Hello，江江，今天呢介绍一个 paper 哦，就是我听说有人用这个方式在抄家，就是他可以看到里面哦，墙壁里面是什么东西。哦，那比方说我们在抄家，或者是在想要参考别人的房子，因为不晓得他怎么盖的嘛，但是又进不去哦，可以按下 B，按下 B 的时候呢，它会出现这个画面。那这个画面呢？是类似像这样，那我觉得它其实这个应该算是 bug 吧，它可能之后要可能 maybe 会改掉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它不能悬浮视窗，不能飞行，对不对？可是当我们按下 Z 的时候，再就可以按下就可以飞了。飞的时候呢，把那个我们那个房子 ESC 取消掉之后，有没有？它一样可以飞。可以飞的时候呢，可以知道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是二型石墙。哦，这是一个路人呐、啊，因为我刚刚在参考他的房子，参考他的这个做法啊、哦。他其实是有没有矮立柱，把它架起来的。然后我参考他哦，他这边有三个，总共是这样子盖出来的。然后它的水是只有一个自动灌溉，它盖了四层。然后它有好多蜜蜂，小蜜蜂，蜂团团，然后两个香菇。然后它的水是这样，我不晓得它的水是怎么抽啊？它储水桶一定放很多水，透过这个过滤水之后呢，一共有三个桶子，然后再洒水出来。诶，这还不错啊，而且一个洒水就可以控制整排的，而且它也不用灯呢，重点是它不用灯。好，再来就是我看到一个，这应该是他小号营地啊，另外一块也是长得像这样子，但他好像有挖油吧，应该是有挖油，他那边有这个，哦，然后他也是有四层楼，哇，你好，试试看啊，OK，你看可以看到里面。哦，里面还蛮多东西的，还有四层，然后它只要一个洒水器，它这里就没有显示它的那个连线的方式。OK，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目前盖的那个油田，我也是参考别人盖的。看到那个闪亮亮的夜店，就是我盖的啊。就是参考前面这家，它是8个发电机，一般人大概6个吧。它可能有一些技能专精是有多一个，总共可以加4。我知道最大可以到10个发电机哦。它这边有超多，那怎么做？你看到对面也是，这边整片都油田。我这有个玩家，这边整片，哇，这多少个啊？盖了一大堆，我知道有很多是小号啦，但就，这是我第一次盖这个油田，参考别人家的。哦，那我其实不多，因为我的那个数量有限。看一下，我只有6台发电机。那我如果我要再盖的话呢，就是我要专精在这个母婴这里，它这边会有3个不同的专精，但我现在没有。所以我最多只有6个发电机。音乐，糟糕，我来不及关，我先关。OK，因为音乐有版权。OK，可以看到哦，一个消耗电力10瓦。然后我这边还有这个强化燃油精炼设施，还有一般的，这个可能就是 for 那个汽车用的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打仗用的那种大型的油桶。那对面那些呢，都是打仗用的，所以它会有很多这种强化。OK，那这些抽水狗是只要在油田呢就可以抽，像它就有产生这个桶装原油，把它收集起来。OK，收集起来之后呢，再到我们这里，啊，就是直接放入哦，它就会产出燃油，
是重型的，可以用在卡车跟那个大炮里面，还有之后可以做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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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子弹，那种大炮用的子弹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来，我来参观一下别人盖的房子，像他这个啊，这个上去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一样可以用刚才的方式哦，然后说按下 B， 按下 Z， 是会有移动房子效果。按下悬浮之后，再把那个房子取消，就可以飞了。飞上去的时候可以看到里面是什么东西耶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看不到里面是什么东西，没有。这个方式可以抄家，可以看到里面的那个核心，然后找到它的位置之后把它打爆。我看到有人是这样做的，我不晓得这样拍完之后呢会不会就被改掉了。但我觉得他其实这样是不太合理，因为可以看到别人家的东西。OK， 他的核心在这里。上面呢，所以他怎么上去？哦，他传送门啊，传送门，你看这个传送门，他是坐传送门上去的。OK 啊，他传送门在这哦，下面卧室的，可以看到这个。看看，我还可以到别人家去玩，直接飞进去了。OK 啊，没问题啊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哦呦，对面有个小城堡哎，看看，你看到这边满满的都是这个抽水、抽油的，这整片都是抽油的。哎、欸，它的猫咪是这样，黑白色的。城堡开放哎，哇，也是刻了不少，满满的家具，哇，这个车子也是抽到爆哦，还有夜店风的，去我们这个海岸上面这一圈，全部都是玻璃的房子，你看到全部都是的。我就不要一间间看了吧，我就直接用飞的比较快。看哦，哇，整片，塞，多了吧？哇，那边是小型夜店，有吧？露天的耶！哇塞，你看到？大家都是一样的。这应该是两间合在一起，这间是大型夜店，旁边这也是，哇，盖成一个小镇了，你看，这里也是，另外一边，这个绿色的草坪怎么弄？对面那个看起来有趣，去看看。哦，它看起来是种草、种花用的，哎，种花用的，这么大，整片 ，really？这也太大了吧！哦，我知道，它有可能之后会加盖，盖上去有没有？然后一盏灯从中间打下来，植物灯，还有一个洒水器，然后太阳能板跟这个净水器。里面的话大概是长这样，飞进去，然后有那个范围的，所以进不去。这件事还蛮大件的，哎呦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，出去了，哎，出去了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，哎，这个是三角地基，然后这个是用藤蔓把它布置起来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造型，还有放灯就对了，看起来是一朵花。这是猫跳台吗？
字，它是荡秋千，垫圈的秋千。对，哦，这也是夜店风，这边一堆夜店风。然后这是一个小型的农场，哎，这边几乎都是夜店风。